正当防卫它的要件在客观要件的部分它必须第一个要有所谓的防卫情状。那一般我们讲的防卫情状呢就是所谓的现在不法侵害。在一般在讲的过程我们会把现在不法侵害分成三段来看分别就是现在不法侵害它的要件到底是什么。首先在侵害的部分第一个侵害的部分。侵害就是所谓人为的侵害，只有人的行为在刑法上具有品质的这个行为我们才会把它当成是侵害的行为。那除了人为之外呢通说还认为可以加上什么受到人类操控。的动物。受到人类操控动物的行为也算是什么人为的行为。好这是第一个你要知道的点。第二个侵害它的这个对象。侵害的对象原则上是什么个人法益。为什么他侵害的对象原则上是个人法益呢？因为我们在正当防卫他的法理基础。它叫做什么？个人保护原则。所以我们对于个人的这个权利或者是这个利益我们都会透过什么？这个正当防卫如果你可以透过私力来去进行救济的话可以及时有效的去保护个人法益的话那我们就在适当的程度允许你可不可以阻绝违法所以它是基于个人保护原则才衍生出来的一个产物。这是原则原则上是保护个人法益。所以如果你是对于这种公共利益，这种公法益例如说国家或社会法益，原则上是不可以对它主张正当防卫，原则上，但是在一些情况例外的时候，还是可以对它主张正当防卫。例外的时候就是什么？涉及个人法益的。超个人法益，什么叫做涉及个人法益的超个人法益呢？它的意思就是说，这里的涉及个人法益的意思就是说，与个人法益具有紧密关联。这种法益我们才可以例外的让他认为什么这种超个人法益也可以主张例如说我们在185条之3不能安全驾驶罪它保护的是什么交通安全交通安全就是指不特定人或者是多数人他的生命身体跟财产的安全那它基本上它是属于一个公法益，原则上你没有办法对于他人不能安全驾驶的行为来直接主张什么正当防卫。例如说某甲今天喝得醉醺醺，他要开车，你没办法说啊，这个我不要让你开车，所以呢我把你的轮胎刺破，然后说这个毁损器物的行为，他可以主张正当防卫，不行，因为。不能安全驾驶罪原则上是保护公法益，原则上是保护公法益。但是如果涉及到个人法益，例如说，今天有185之3加上284条，例如说某甲今天在开车，醉醺醺的，不能安全驾驶开车，开，
快要撞上到某乙的时候，这个时候某丙发现了，他就拿球棒什么，把某甲开的这台车好的引擎盖什么打烂，好让某甲赶快停车，来保护乙的什么生命法益。这个时候他是可以主张的，他是可以，这个某丙是可以对某甲来主张正当防卫的。因为什么？为什么？因为他已经有跟个人法益，就是这个某乙的生命法益有紧密的关联，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们还是可以例外的去承认什么，可以对他主张好正当防卫，好，可以对他主张正当防卫。好，好，那这个部分，好，这个部分是这个在侵害的概念当中很重要的一个考点，好，很重要的一个考点。好，这个它是思虑等级的考点了，好，不过我觉得如果我们要完整的去理解正当防卫的概念的话，好，那我觉得这个部分呢，你也要稍微注意一下，那也要稍微注意一下。好，这个是侵害的部分。好，那第二个是所谓的不法。好，不法。好，这个因为也需要用到黑板右边，好，所以我把这边擦掉。好，在讨论不法概念的时候呢，其实学说上，好，写上面一点好了。好，在讨论不法概念的时候呢，学说上，好，会针对这个不法，好，它有两个好要件要去思考。第一个，这里的不法，好，它是单纯是指刑事不法。还是有包含其他的不法，好，还是有包含民事或者是行政的不法。通说是认为有包含民事或行政的不法，为什么？因为所谓的法秩序的一致性，好，或称为法秩序的一体性，好，都可以。法秩序的一致性，所以不只是什么刑事不法包含进来，连民事或者是行政不法同样可以当成我们不法概念的一环。好，那第二个考点在于什么？如果是刑事不法，那从我们犯罪三阶层体系来看，它是不是不法构成要件该当且违法？那要不要包含罪责？要不要包含罪责？这里它的考点在于，通说跟有利说，像黄龙金老师的争执，就是不法说跟有责说的差别。这种案例呢，特别是针对什么？无责任能力人来去做讨论。特别是针对无责任能力人的攻击行为来去做讨论。什么意思？例如说，今天某甲，他看到某乙，他是一个精神病患，好，那他当下是处于无责任能力的状态，然后呢，就朝某甲要来泼硫酸。好，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采取不法说会认为，即便是无责任能力人，可是如果他这个泼硫酸的行为该当重伤罪的什么构成要件，而且也没办法主修违法的话，他的行为还是一个不法行为。所以他是有责任能力人还是无责任能力人，这个不会影响说你会不会对，可不可以对他主张正当防卫的问题，都可以对他主张正当防卫。为什么会采取这样的一个说法？因为会认为说，谁知道你到底是有责任能力还是无责任能力？在这种紧急的情况之下，谁从外表上可以看得出来说你到底有没有责任能力？这个很难。好，那为什么要把这种不利益、这种风险加诸在什么防卫者身上？
他还必须要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还要马上看得出